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同学们大家好，老师户外教学。今天呢，我又来到了昨天来过的一个地方，就是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 Sandy House Library。 Sandy House Library， 你看你花我了一个下午，又到 IARS， 两边图书馆员都说没有就是没有。好，那来这个地方呢，又看电脑系统，昨天各位看了也是没有，可是你同学 Jose Molina Vega Enric 他就是有。啊，我喜欢呢，我仔细的检查这栋建筑物，看不出来有火烧的痕迹。IARS 也是一样，我看不出来有任何可能是两个地方都着火，然后同时把你的档案全给烧掉了，所以至今仍是个谜了。我知道时间不够，不然我去找福尔摩斯纪念馆，看看能不能关洛英请福尔摩斯显灵，给综艺咖一点点的这个线索。好，各位同学，今天呢，因为我要上飞机了啊，所以你看不到我在这胡言乱语，在伦敦呢。好，美丽的伦敦，我回去，我这一趟真的是这个行囊满满，丰盛有余啊！就是我找到了很多独家的东西，我回去再慢慢讲。我随便透露几个线索，我去找了台湾 Research Program， 稀奇吧？我跟两个 Library 的 Librarian 仔细的攀谈，而且全部录下来了。他们对这个离奇的论文失踪事件，在 IARS 跟 Sandy House Library， 他们都有非常详尽的看法。而且我还进一步的深入了 LSE 的那些可能有说谎嫌疑的公关高层，我也看到了他们跟 Sandy House Library 跟 University of London Worldwide 的一些奇怪的关系。那接下来带回这些东西就要当期末考作业咯，各位同学就要去想办法找出这个中间奇怪的关联性。而且我在这边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不是只有那个记者会，我60万人的线上记者会，偏偏就有人要酸我说只有7个人，我说白雪公主旁边也是7个人呐、啊。可是你看，我现在是把这个 video 已经寄到了超过100个当地的记者，我们接下来会到处发，哦，还找很多地方，我现在不能讲了。那律师法律动作呢，也该做的都做了，所以呢，哎，下一站应该是去德国拜会谢志伟了啊，反正他应应不待急嘛，啊，帮我们弄个50个记者，金发的金发的啊。好了，我待会儿要上飞机，所以我不多说。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个东西不要错过，因为我听说是昨天吧，应该是昨天吧，昨天对，台北时间吕秀莲副总统他开了个记者会，把这个他所知道的、他所观察的、他所建议的蔡同学的这个论文的奇观做了一个详细的整理。那我们来听听吕副总统，吕副总统应该算是蔡同学的学姐嘛，对不对？台大法律系的嘛，啊，那英文也不错啊，他也做了一些功课。好，我们就来 cue 在台北的吕秀莲副总统，他开了一个记者会来解读到底他怎么看这本神秘的 personal copy 的 This is a book消失在江湖的这段奇妙的过程。彭文正教授已经飞往伦敦，在2天前他也召开记者会，但是国内呢是没有听到没有看到，还是奉令不准听不准看不准报道。我要告诉国人，别炒芒果干啊，芒果干还不错吧，大家都在炒，对不对？为什么要竞选国家领导人，炒了将近几个月，就是来比赛哪一党哪一个总统比较会亡国吗？国家领导人是要带给希望，带给诚信，带给大家未来。前一阵子我在这里根据我自己做的资料，针对蔡英文总统他的博士论文提出一些疑义。因为我看到一份资料是英国伦敦大学还正式表示，今年6月份说从来没有看过蔡英文博士的博士论文。可是9月份紧接着今年6月份在海外有一位徐永泰教授到伦敦大学
哎，发现有一本蔡英文的论文集，那不是放在博士论文的图书馆，是放在 Women Library 妇女这个图书馆。那9月17号我宣布参选，我当时有公开建议蔡总统处理国家大事以前，自己的事情要先处理好。既然很多人质疑他的博士论文，那其实是质疑的是他是不是有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最简单的话，就把他的博士证书拿出来，大家品乓不就得了吗？那经过相当久的时间，至少一个礼拜以上，总统府果然拿一个纸箱秀给大家一张又一张的英文稿，他说这就是蔡总统的论文稿，然后还宣布放在国家图书馆。其实他写多少论文作为学者都毫不稀奇，理所当然。国人关心的是他到底有没有博士学位啊？他选总统不需要博士学位了，但是他到政大当副教授，后来又升等为教授，这是需要博士学位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尽量客观，用我自己的学术良心、从政良心，替国人要来解读蔡英文总统。很客观的，我们今天看到蔡英文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共同扶植起来的政治人物。我很客观的说，在国民党时代，他就是在经济部、在陆委会、在李登辉总统主持的总统府国安会任职，也不过是委员的身份。要一直到第二章民进党时代，他开始飞黄腾达，快速升官。大家知道出生于台北市，我想这个很简单，他念了三所学校，台大、美国康奈尔还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任教于两所，先到政大，后来到东吴，又回归政大。好，第二章有谁操作吗？好，我们很客观的从中路官网查出来，他在国民党主政的时候参加 GATE WTO 的谈判顾问，不是谈判代表，顾问是随团去的，没有坐上谈判桌发言。不重要，在民进党执政以前，他担任过陆委会的咨询委员、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一直到2000年5月20日，我跟陈水扁总统把政权和平转移以后，陈水扁带以他最高的礼遇。从下一章2000年到2004年担任陆委会的主委，那在那时候他还没有入党，听说是不屑入党，民进党没有人才一直到阿扁总统想要拜托他来担任不分区立法委员的时候，才不断的拜托他他入党了。哇，很快的，立法委员不分区做没多久，就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苏贞昌担任院长。2008年民进党因为阿扁深陷这个贪腐的疑云非常的状况不好的时候，李远哲院长阿扁极力劝他来承担民进党主席。那2010年他就参选新北市的市长，接着又连任民进党主席，然后
隔了两年又回任民进党主席。2012年他参选总统落败，2016年如愿以偿当选第14任的总统。这都是很客观的生平回忆。这就最重要的结论是，蔡英文是两栖政党的政治人物，从国民党到民进党。听说他留学的奖学金得自于美国的 Henry Luce 奖学金，这个 Henry Luce 的奖学金啊，需要宋美龄啊蒋夫人的推荐，所以可见蔡总统啊，他在政党之间啊，永远属于权贵阶级。我们再来看他的求学经验，我想比较重要的是1983年他提交博士论文，1983年6月，然后10月就完成论文的口试啊，然后1984年啊收到伦敦大学发给博士学位考试合格的通知书，这个来源是总统府的官网，所以关键的年代是要1984年。好，然后1984年8月他呈报教育部政大呈报教育部，就是要检送他的学位证明还有博士论文，当时是申请副教授。再来隔年的10月28号教育部审查通过他的副教授资格。好这些资料基本上跟英国伦敦大学可以拿到的2019年今年9月4号这也是官网揭露的大致符合。这个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他注册学习在伦敦大学21个月2年不到，结果说财务困难 withdraw， 国内翻成退学，我觉得不对，退学是学校主动学生被动，应该比较符合休学哈。如果真是财务困难，可是一个千金小姐学业拿到最顶端了，会财务困难，我猜可能是不是奖学金终止啊，我是善意的解释，所以不能叫做退学，应该是相当于我们自己休学。然后呢1983年6月又重新注册，那1984年获得学位这个是我们都很公正还原这个相关的资料当然这是总统府公布的，今年9月4号公布的。好，那关于他的毕业证书，其实为什么这么风波，就是蔡总统你的博士证书拿出来给大家一看，下面通通没事的不是吗，结果他说他丢掉了这里我找不到资料，他用什么，他为何会丢掉这份一个各为三军统帅的人，如果重要的国家机密丢掉了不知道怎么办他一生当中最重要，我想所有的问题起源就是最重要的毕业证书他说丢掉了，那有人到他的母校去查证说没有这份证书，所以整个疑点从这里开始那这里面呢牵涉到他需要出示毕业证书，就是2010年的时候他参选新北市市长的时候，因为他说我的博士证书不见了，所以呢申请补发证书，那驻外代表处呢还要加以认证的，在国外的大学博士学位还要经过认证。那好了，2010年呢提出一份应该就够了吧应该都是保留存档的，应该就是原本保留，那其他的就是用 copy。 16年他又再选一次，可是他说因为有心人士攻击他学位真伪，所以他再申请一次证书，然后总统府的官网出示的他的博士论文，他说1984年3月14号伦敦大学给的正式博士学位证书大家看那个中间的字体非常小很模糊，
主要是看当时的 Vice Chancellor， 就是颁发证书的校长名义 Randolph Kirk， 看这个哦。哎，接着呢，今年又出示好几张不同的博士论文，这是最奥妙的地方。好，下一张，同样2019年哦，7月19号出现的这张证书，你注意这个 Vice Chancellor 的名字变成 Aaron Smith， 当然他的任期是2012到2018。 OK， 好，还有同样这一年9月4号的时候啊，就是 Randolph Kirk， 大概就是前面那一张，大家因为这里面字实在太小啊，那我们字签名的Vice Chancellor 啊，在英国的制度其实就是校长，要颁发证书的校长。好，那你们记住 Kirk。 好，前面不是哦，前面是 Aaron Smith。 在好，这是 Aaron Smith。 好，7月9号的时候，哎，是出现这个啊。再来还有一张哦，第三张，2019年9月4号管碧玲立委啊，未来要争取部分区卯族前进保护蔡总统，他出示了，哇，糟糕，签署人是 Grant Davis。 各位，第一个谜题是因为怎么拿到博士学位的证书会不见，他的母校也没有证书。第二个，他出示总统府官网前后出示他的博士证书三个版本，三个总统，三个校长不一样啊。好，我们再看啊，当时呢有人就气函问这个伦敦大学说，哎，如果你们的毕业校友证书丢掉了怎么办，可以申请这个补发，那如果每次申请补发他的证书内容是不一样吗？那么今年6月12号他 LSE 就是伦敦政经学院，他 Diploma Production Office Head 就是专门来这个制作博士论学位证书的这个办公室的主席，名字 Teresa Byrne， 他都有写出他的这个正式的头衔。他说Replacement certificate are only issued in cases of proven loss or accidental destruction. They will of course still be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 document. Same wording, same signature. 啊，英文都很好，都知道了。你要申请补发，那这个办公室补发的证件是一样的，同样的字体，同样的签名，可是总统府官网，我刚刚讲，居然前后公布三种太阳的博士毕业证书，这是大家可以去查的。那你说奇怪不奇怪？想为台湾未来公平正义出口气吗？欢迎加入吕秀莲竞选总部志工团，电话0982700635，2020 formosa@gmail.com， 2020 formosa 小老鼠 gmail.com。 什么太感暗自 C， 感谢大家。
现在大家见面打招呼都在问你联署了吗？联署什么呢？吕秀莲、彭白显参加2020总统大选需要你的联署，一天要联署20000张，不然就来不及了。怎么联署？在哪里联署？电话请洽0800715688，0800715688，什么你什么太感暗自 C， 感谢大家。话说这个到了伦敦，其实两天前我们有一点碰到一个奇遇记。好，那我们现场我跟林环章教授还有林太太还有我们两个同仁一起走在这个 Thames River 的附近，那还很热闹的地方，算是市中心。那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个人跟我们问路，操着一个长得像中东啦这一带地方的人，然后跟我们问路。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是当地人，我不是当地人。他就靠近来攀谈，我说那你哪里人？我说我们这里面有 from Taiwan，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说然后就跟我讲说又问了我一遍什么地方在哪里。我说 I'm visitor。 然后他呢，我后来刚好迎面走来两个人，那我就跟他讲说你问问看他们应该是当地人。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突然两个彪形大汉围过来，三个人围过来，然后另外两个人呢手上拿了一个东西，还拿了一个手电筒。他说 I'm policeman, I'm police、就是我是警察、That's my ID, I'm police, stop、我啥事也没做啊，我更没在怕呀，对不对？我跟他讲说你们被他们总统都不怕，我怕你更惨。这句话英文怎么讲？Your father don't care, your father doesn't care, police. Your father doesn't care, no lah. Your father doesn't care, president. What police? 安利掉不？好了，我们节目是娱乐节目啊。那个要考基测、学测英文的同学不要看，赶快到房间去，不要被叔叔带坏。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心里想说，林北的他们总统都会惊你警察，你到底警察的，我就不找，不管，就往前走。三个人就追上来哦，我想他本来是要抢东西。那看我们这种彪形大汉，平常也有在练身体，又有点馆长的样子，然后他们就悻悻然的离开了。我觉得伦敦怎么搞的？我其实坦白讲，这一趟我除了找不到论文很沮丧之外，我对伦敦的印象其实没有很好，因为有点脏乱，而且大街上的治安真的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就经历了这个奇怪的奇遇。好了，在我背后这就是 Sandy House Library， 我待会儿就要上飞机了，所以各位同学，回台湾我手上有非常多精彩的资料，而且你们不要对付我，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放到云端了，还有好几个人都有好几份 copy， 所以不要对付我，对付我没用。那我都交代了啊，该什么事情在哪里啊，该怎么做。那我的背后这个 Sandy House Library 啊，没有失火的痕迹。好了，我们接下来再 Q 回台北现场，来看看吕秀莲啊，吕副总统啊，这一次的参选人。在这边提醒大家，如果你受不了绿营只能够选这个蔡同学，一个36年，不清不楚的蔡同学，那吕秀莲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对不对？人家当过副总统，当过8年副总统。副总统退下来之后，从事国民外交、城市外交，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看他的竞争对手。好，那要怎么帮助吕秀莲能够参选呢？记得联署啊，联署剩下不到10天了，剩下没几天了。那这个联署要过28万门槛，其实你要抓40万，因为中间有重复的啦，有无效的啦，所以差不多要抓40万，一天要拼3万呐。各位同学，如果你不希望这个韩国瑜当选，你又有芒果干，又吃不下芒果干，然后呢这个
蔡同学看我们节目，你又知道这个人简直就是太扯了嘛，你真的是比扯铃还扯，那你就只有唯一的选择，就是你要联署吕秀莲嘛，对不对？好了，我们先回到节目来，我们来看看吕秀莲在他记者会当中怎么谈他对蔡同学论文的观察。结果就大家开始想说，哎，那毕业证书有三个版本，那他的博士论文是怎么回事？应该先看，先一个，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教授叫徐永泰，可能下一页先播一下，啊，有一位徐永泰教授，他呢，你可以说他好事之徒，他就跑到伦敦，然后就在伦敦大学啊，去就是他的那个母校，查了半天啊，看到有蔡英文的论文，但是呢，不是在 Senate House Library。他这个 Senate House Library 就专门保存伦敦大学博士毕业学生的博士论文，一旦博士论文通过，会装订的非常精美。在上次我们有另外一个 PowerPoint 秀给大家，同时要有 acknowledge 说，我这份是我们这个学校指导出来，所以这个智慧财产权属于学校。那他们在学校的图书馆，博士的论文图书馆没找到，哎，后来在 Women's Library 找到，哦，是妇女图书馆找到蔡英文的。可是严格限制啊，要去申请这个阅读啊，手续很麻烦，在现场啊不可以一大堆，哎，不能照相。那问题是，他翻了翻，结果发现他里面是好几篇文章拼的论文集。跟博士论文是 chapter by chapter 啊，有这个逻辑上的顺序，结果上面并没有写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只能说他对外发表文章的论文集。好，我们再回到前面。那后来九月十七号我宣布要参选登记以后，我有希望他能够赶快拿出他的博士毕业证书就没事了，我要的是证书。结果大概七天到十天左右，总统府公布一叠，然后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授权中央图书馆，我不知道我们各位有没有去图书馆看，但是有一位童文勋律师呢，他就到图书馆啊去查阅，这是他对外说的。他说啊，他结果发现里面是好几篇文章啊，不同时期发表的论文而已。国图论文页码啊，我想我也不详细看，也不详细说。所以第一个证书不见了，哎，后来因为他就业的需要所提出的博士证书，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签名。再来我们看到他的博士论文不见了，然后居然在英国跟台湾图书馆出现的都是他发表在不同时候发表在不同地方的论文集，而不是博士论文。好，啊，对，这是这份哦。今年六月四号，啊，英国的这个 Research Support Service 这个单位下面人家都有 Library Assistance 的 Ruth Olsen， 他的名字，他写下 Dr. Chai Thesis is unavailable, I'm afraid.LSE Library has never had a copy of this thesis. 重点在这。今年，六月四号，从来没有他的博士论文。好，下面，才会引起一位徐永泰教授啊，从 LA 专程去那查，结果是发现在护理馆看到他的博士论文的论文集，而不是博士论文，啊，这个就是个很奇怪。三份博士论文，三份博士证书，三个样貌，不同的人。再看一下 ，Aaron Smith， 下一个，啊 ，Randall Kirk， 再来 ，Graham Davis， 好。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可能记者还想说，哎，前一阵子不是又发一个新闻吗？就证明说他的博士论文无误吗？但他说啊，伦敦大学好伟大的国际知名学校，怎么可能啊有问题？哎，结果查出来了，2009年的时候，
这个利比亚强人格达会还没倒以前，他的一个很疼爱的接班人叫做萨伊夫，他也来台湾，我们也相谈甚欢。那他说是取得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学位，可是结果查出来是枪手代写跟抄袭。那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校长根本是接受格大会的150万英镑，这个校长在报案以后还因此下台。无独有偶，至少查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斯里兰卡啊，有个叫 Colombo Telegraph 在2013年报道指出，他说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副领导人和汉班托塔区议员就是他们的国会议员普雷马达萨这是斯里兰卡的话，他的学位不恰当，他就是斯里兰卡前总统普雷马达萨的儿子，也就是总统的儿子拿到伦敦大学另外一份不适当的学位，知道吧？最后伦敦政经学院坦白承认，伦敦大学在1991年8月1日授给他的叫做安慰奖。所以伦敦大学承认，原来他们可以对各国政要颁发一个安慰奖，我不知道这个翻译对不对啊 ？Egerton degree， 我也第一次听过有这样的一个学位啊。我们很难说，因为这样就跟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学位疑云有关。不过彭毕业找到一份资料啊，还有没有？下面。今年10月8号啊，不久前，大家有感觉到啊，说，伦敦政经学院不是正式又发表一封信啊，又证实总统的学位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在网络上的消息发表以后，英国的这个读者就反映，他说那一份声明没有任何人签名，这个新闻稿写的也不是非常的正式，我读起来也是很怪的写法。然后就发现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设立了一个台湾研究室，台湾 Research Office， 这个 office 的 director 叫做施方荣主任。那么这份资料显示有一笔 anonymous donor 匿名的捐款 donation to fund fellowship for 施方荣方荣氏。换句话讲，48万英镑是捐给台湾研究室的主任施方荣，这是目前可以找到的一点证据。最近又有消息，就是说蔡总统在1987年的时候登陆为纽约州的律师，那纽约州的律师都要受到纽约州最高法院律师惩戒委员会的监督。那如果会员有违规的时候，有可能会受到4种之1种的处分，分作4级，一个是书面警告，当面训斥，第3级是停牌，一般一次停3年，第4级最严重，吊销执照，还等于你律师执照全部吊销，除非你重新报考。那看到的资料，可是我对这个指控我还不是完全信服。他这里是讲他是被第3级，而且一次停牌7年，
那一直没有把原因说出来，我觉得要指正有问题的话应该说清楚讲明白，所以这只是附带告诉大家，因为这是最新的消息，他在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被停牌吊销，就完全失去资格，停牌有期限，一般3年，但是根据这里的说明他是停牌7年。那么蔡总统的解释说，因为他要当台湾的总统了，他就不干美国的律师，这个理由是可靠，可是这样子一次给他停7年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这个顶多是应该属于一级吧你这个会不会没缴应该催缴就好了为什么是第三级我没有答案，所以这个只是仅供参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告诉大家越来越多人说真的民进党越来越像国民党，我说那因为他的领导人就是国民党嘛我没有冤枉大家就看，这样就恍然大悟。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应该去追一个国民党出身的蔡英文博士为什么可以轻易的当上民进党的主席，而且民进党全力来扶选，而且还要继续拥戴的这个民进党的总统，那这个才值得大家去注意。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博士学位其实不重要，因为总统不一定要拿博士学位全世界都不管，可是你一旦说你是博士学位，你证书拿出来大家都质疑，为什么自己的证书掉了，人的一生当中还有什么比博士证书更珍贵的呢？那接着下去怎么前前后后会出现3个不同版本不同校长签名的这个博士证书，这个我匪夷所思啊。那接下去博士论文在哪里，跟他后来发表的文章的论文集这是2码子事嘛。到现在是是非非了我只能这个因为刚刚匆忙打起来，他确实出身国民党得益于民进党，那后面谁在扶持他谁在拥护他，难道不用稍微检讨一下吗？人生至高荣誉的这个名校的博士证书搞丢了，会不会我们的国王机密文件也搞丢了很奇怪的，当这个大家在追查，起码教育部、中央选委会还有这政大，应该有他的当年就业的博士证书影本吧？听说不知道是谁下令封存，我觉得这有没有违反人民知的权利？也听说赵丰金。大家都在关切的当中，突然有人下令赵丰金的相关资料要封存多久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怪不得重大的政治案件都可以这个不见天日我倒是要来请教一下，请各位媒体应该注意，谁有权利决定任何一个文件是要封存多久这是蛮大的一个疑点那当然博士论文一直到现在都还没看到想为台湾未来公平正义出口气吗？欢迎加入吕秀莲竞选总部志工团，电话0982700635 2020 formosa@gmail.com 2020 formosa 小老鼠gmail.com 什么太感暗自说感谢大家
现在大家见面打招呼都在问你联署了吗？联署什么呢？吕秀莲、彭白显参加2020总统大选需要你的联署，一天要联署20000张，不然就来不及了。怎么联署？在哪里联署？电话请洽0800715688，0800715688，什么你什么太嘎暗自 C， 感谢大家。震惊，关不了，关不了，震惊。好，各位同学，刚才呢是吕秀莲看到了这整件事情的过程，他其实还算蛮用功的，他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包括林焕强教授啦、徐永泰教授的报告，都巨细靡遗的看了一遍。那回到最后就一次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的论文，一个人的学位，为什么要搞得全台湾在那互相猜忌、互相谩骂，信的跟不信的反目成仇？这个东西是再简单不过了，拿出来正本拿出来，你搞了3份毕业证书、4本论文，现在我们怀疑还有第5本啊，因为我们的大爆料林焕强教授说的，我也证实了，就是2011年有人曾经偷渡过论文，要塞进 Senate House Library， 被打枪了。英国的 University of London 毕竟是一个 prestigious institution。它毕竟还算是一个有权威的机构，你可以买通公关人员，你可以用条件，你可以用鲜花、巧克力、你可以用啤酒啊，啤酒哈、啊，啤酒，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买通，在这里窝个10年，你也可以用48万英镑，相当于台币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是2500万，来做很多的这个公关工作，但是。对不起，有些事情啊，年代久远了、啊，你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2011年曾经有人，这个人是谁？我们还在查啊，因为我们查到这个记录嘛。曾经有人拿着蔡同学的 personal copy， this is a book， 想要闯关到这个 IRS 以及 Senate House Library， 被挡下来，不愿意收。因为你昨天你可以看到吗？我们拍到的东西里面 ，Jose Molina 人家的同班同学。人家论文是如何的严谨、规规矩矩的啊，各种版权业通通都有一应俱全。那你那个玩意儿，人家一看还立刻白嘞，你怎么会收嘛？掉页，然后规格不对，明明就手稿前言不对后语，好，人家是蓝色，你偏搞个黑色，你连这个都不做功课，所以人家不收，不收，好，那还好不收。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讲的是，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记者会的现场，还有就是吕秀莲啊，怎么样看，蔡同学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那伦敦大学至少有证据的，联合国那么高官，连这个都是总统的爱子啊，有这样的劣迹啊，所以伦敦大学大家不要相信。他不会作假，不会犯错，啊，那的确呢，有捐钱，那谁来证明这个钱是谁捐的？啊，我讲其他还有一些疑点，希望大家持续追查。我的立场是不偏不倚，完全要有证据为准。但是我经了很多时间，我整理出来这些，那请媒体，我也。很怀疑，像大报的媒体今天都不来了，因为呢，关于我的消息呢，上面都批不发，啊，这就证明民主进步党他用的手段跟过去的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啊，我再强调，总统不必是博士，可是你们现在在拥护某个候选的人，你不认为国家领导人？的基本人格跟诚信是必须接受检验的吗？如果你们闭着眼睛假装这些没有问题，还在支持他们，你们的良心，你们对台湾历史的责任何在？谢谢。我们有位年轻的参选立法委员啊的这个
张于建，他过去服务于这个媒体界，跟各位很接近，所以你对这个案子啊，很简单讲你的感想，对我们下一届国家领导人的期待。各位媒体先进大哥大姐大家好，那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在媒体服务到现在也是，好，我也是一个平凡的劳工，跟大家一样。那看了这个李副总统他今天的这个解说，我只能说定做客观，对，非常的客观。那我看到的有几个感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定做权贵，完全是定做出来的权贵，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你我身上，不会发生在你我身上。再来，我们看到蔡总统他喝着国民党的奶水长大，到民进党里面像坐直升机一样，12年的时间，入党12年的时间，就直接到了总统的高位。那让民进党党内为了台湾自由民主努力的前辈，甚至牺牲性命的前辈，情何以堪？那或许有人说，像我们男生在当兵的时候，论资排辈，说什么也轮不到蔡总统。所以在这边我们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我们常说人要有什么，像关公一样要有义气，对不对？我今天喝着是某个党的奶水长大，那我就更应该要情义相挺。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并非是如此。那再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回想一下我当初在写论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柯P是我的彭P是我的那个口试的老师之一哦。那他知道我的论文，他也很开心，他常在节目偶尔就讲我的论文相当的特殊哦，用实验法做的。好，那我就回想说，诶，我在教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一份要交到世新大学的图书馆，那因为我们都是传播也算社会学院的，所以一份要送到政大，另外还要送到央图去。我印象很深刻，当我在缴交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那时候有个表格上面写说，你要不要让人家公开传阅。好，那我想呢，在场要是有拿过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朋友，大家一定非常希望自己的论文被传阅被引用。为什么？学校也很希望他产制出来，他学生产制出来论文被引用。所以呢，你去央图看有人引用你的论文，你的下面就会出现我被引用几次。这不但是你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学术地位的累积。好，所以呢，我常常也当个网络警察，常常去搜寻有人用了我的论文没有标注我，那我就去写信去告诉他。好，那大家仔细看哦，今天假设我的论文，我的参考文献，我用了引用了别人东西，但是我忘记把它列在参考文献里面，我心虚，我可能就会勾不让人家参阅，不让人家引用，隐藏起来。我相信大家假设呕心沥血的把你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写出来，我恨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写这个论文，甚至我的毕业证书，我相信大家假设哪一天质疑我，可能不是说是毕业，你告诉我，我回家隔天马上拿出来给大家，我甚至把它好好的藏起来放在防潮箱里面，让它连发霉的机会都没有。我不可能到学校去还补发了那么多次这么有问题的毕业证书。所以我也希望蔡总统可以像李副总统说的一样，赶快拿出来，就可以拟平社会大家对你的质疑跟不信任。想为台湾未来公平正义出口气吗？欢迎加入吕秀莲竞选总部志工团，电话0982700635，2020 formosa@gmail.com， 2020 formosa 小老鼠 gmail.com， 什么太感按字 C， 感谢大家。
现在大家见面打招呼都在问你联署了吗？联署什么呢？吕秀莲、彭白显参加2020总统大选需要你的联署，一天要联署20000张，不然就来不及了。怎么联署？在哪里联署？电话请洽0800715688，0800715688，什么你什么太感暗自 C， 感谢大家。悄悄的都不予报道，难道我们台湾已经可以不需要诚信立国吗？这么重要的一个议题，可以任凭号称民主的总统这样打压吗？我今天发言啊，有参考他的，但是不受这个他们的限制，我自己重新做了一些研究啊，在做。有没有啊？任何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个吕副总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联署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子？就是目前就是已经联署完成几份？我知道愿意帮我联署的人非常多。那因为我当时我们是通知25号回收，所以现在正在整理的过程。那我现在讲数字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知道我们已经。堆了不少，还有一点时间在努力，可是也很同样痛心的，当我们非常坦然的公布全国各地100多个联署站，等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不见了啊，说受到关切啊，所以我说台湾是民主国家吗？请蔡总统摸着良心回答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蔡英文的博士，头那个学位，他是讲1984年拿到嘛？哈、哦，那因为外界也在讲说，他1984年回国那时候，其实还只是个小咖这样子。那国民党好了，他有需要，那个时候还是国民党主政嘛，那他有需要为蔡英文去 cover 这件事情嘛？就是。这个1984年的这个时代背景的话，蔡英文也还不是什么咖的时候，就是一个律师，美国律师执照的人回国。啊，对。对，那你那怎么去看？我还在密切找他这，最近有爆出说，好像他博士论文没有拿到，就回来东吴大学担任指导教授。可是我觉得我目前掌握的。这个相关资料还不够完整，我就不愿意啊，这个轻易的就认定他有问题啊。那我认为质疑的部分我就保留啊，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追查啊，我还是这样想。也就的确有一段就是说他的博士学位1984年，可是也可以解释说他2月口试啊，他就3月回来台湾就担任这个硕士论文的这个。口试委员的 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那我不晓得台大的邱任教授，因为我昨天没有联络上你，你要不要补充说明什么？他们问我。啊 ，OK， 好，好，所以这点我暂时质疑啊，因为我需要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我们展现给大家的都是很多都是根据总统府的官网，但是如果你没有加以比对解释的话，一般人就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就讲哈。班长不同意。那最近陈同佳要来台投案，但是陆委会就是说他应该是受到了港府跟中国的被自首，所以目前应该是限制他入境。那不知道那个吕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要部长要讲话。你如果要维持司法独立，犯罪行为在台湾发生，当然我们有司法管辖权嘛。当香港拒绝引渡的时候，讲了一套话是什么？当香港愿意把这个杀人犯这个引渡到台湾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单位没讲完，就我们的陆委会就讲话了？这当然是司法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嘛，所以香港愿意把它送回来给我们审查，我觉得堂堂正正就应该可以接受来把这个案子问清楚，
啊，对，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们发给大家的是25号回收了，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在那陆陆续续有在寄来，可是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数字恐怕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们发现太多的公布联署人呢都已经受到关切啊，客气一点是受到关切，这是非常不寻常的。那没有追查到具体证据，我也不愿意胡乱讲，而一般候选人可能就讲出一大堆话来，我不愿意这样。我还是期待台湾的民主不会轻易的被扭曲被践踏，但是看起来绿色恐怖还有绿色民主都是值得我们更加检验。我特别呼吁民进党的创党党员同志，如果你现在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的话，你应该像过去一样，我们勇敢的对国民党的不公不义加以批判。你现在闭着眼睛假装你很爱台湾吗？赖坚德这个可能会当副总统的这个参选人，他现在在国外一直喊团结，团结喊的最大声的是谁？人类历史上团结喊的最大声的是谁？团结要团结在有意义的团结，不是吗？假如是把民进党的党德党风都扭曲都践踏的领导人，你还继续喊团结？很多人都知道嘛，国民党说我们觉得用人是裙带关系嘛，那现在大家很清楚嘛，用人为亲，用人为心，用人为高嘛，我公开讲，我负责任嘛。一开始上任的时候都是他的亲信啊，因为他是在政大，你看他的跟政大的关系最密切，所以用了政大法。起先大家都认为好像是林权这个行政院错怪了他，就蔡总统认识都是政大班嘛，为亲，后来为心新潮流嘛，为高，高雄市长推荐的人选，多少十几个副市长，多少个局长，不是都升到中央了吗？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你碰到很多的案子爆发，吵几天，然后马上就一只手，全部袒护轻重。你们真的相信总统府这个香烟走私案这么简单吗？它相关的法律有多少？最高是处无期徒刑。这个无期徒刑的这个，居然落在一个自己只买一包烟，只是接受长官的指示做行政工作的吴宗宪身上，这公平？这合理吗？还有太多了。为什么赵丰金这个案子调查了一半突然下令所有资料要封锁？他的三份博士论文博士证书为什么？教育部你就出示一下吧，中央选委会你也赶快把他当年讲的给大家看，为什么现在也都下令不可以？不是觉得很奇怪吗？好，各位同学，刚才呢在记者会现场还有一位张瑜健，他是协导联盟推荐的提名的大安区的候选人，他是我的学生他的世新大学的硕士论文，我是他的口试委员。那当然口试委员就在他的论文的这个页面里面的名字上面，我们都有签名，不会不见永远不会不见。那而且他毕业了10年，他也没有把我给赐死，所以这个人我推荐他哈，继续发问。把人家四死的那个我就不推荐了，好，所以呢，从刚才这个记者会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家其实对这件事情就是感慨万千呐。你一个人的论文，36年不见江湖，人家要你拿出来，从4年前开始，你遮遮掩掩说这个说那个，然后后来每次丢一点线索，人家说这个你丢一点，再说一个你丢一点，最后什么也没拿出来，弄了个3份证书4本论文，结果。你的老师贺德芬质疑你，北美的经济学教授林环强质疑你，彭博士教授文政所长质疑你，你把这3个人都告了，你笑死人啦，蔡同学，这个故事已经笑得这个整个英国的烂尾孩啊。
你别紧张啊，你们别笑啊，现在英国的媒体静悄悄不代表他们不动作，因为最近都在忙脱欧的事情，而且呢他们跟我说这件事情 need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他们需要进一步仔细的调查，所以总有拨云见日的一天，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蔡同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回头是岸，早一点为你自己犯的错忏悔。看看刚才的记者会，看看吕秀莲，啊，一个在36岁的时候，为了理想，办了《美丽岛》杂志社，当了副社长，在演讲世界人权日演讲20分钟，被判刑12年，坐牢坐了一半的时间，后来因为癌症，啊，出狱。另外一个是26岁，小小年纪不学好，在英国伦敦神鬼交锋大行骗，骗了江湖，从这个1984年骗了35年，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还到处告人的蔡同学。这两相对照之下，你真的是感慨万千呐！台湾竟然还有一群 liar infant， 竟然还用尽各种方式在支持他，还有一些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我要讲，你的学生如果这样子搞论文，你的 faculty 如果拿着这样子不清不白的东西说要来求职，你们会用它吗？我就拿这件事情扪心自问，问你们这些北美教授协会瞎挺蔡同学的人，你的系上来了一个人，毕业以后论文全部不见了，35年不重现江湖，然后拿了一本 This is a book 来你系上求职，要做 assistant professor， 你会收他吗？你会给他口试的机会吗？你的学生这样搞，他的论文里面又是立可白，又是缺页，又是前言不对后语，又是自我抄袭，你会给他学位吗？好，今天呢我们圆满的6天的伦敦行得到了丰盛的收获，而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要上飞机了，我们台北见，同学们，谢谢你们，晚安。